的小伙伴，我是小薇薇。中国的传统乐器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，不仅深受国人的喜爱，也让无数老外为之倾倒，更是分分钟 PK 掉所有西洋乐器。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3个这样的现场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中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陈军老师参加迪拜赛马世界杯，陈军老师一曲气势磅礴的新赛马惊艳迪拜国际赛马节。陈军老师不仅由二胡拉出了哒哒的马蹄声和马的嘶鸣声，神一样的技艺更是让你仿佛看到万马奔腾的场景，听了台下的老外是如痴如醉啊。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位获得琵琶硕士的吴满老师，在与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音乐会后，观众强烈要求返场，与乐团贝斯首席即兴上演了一出中外大师斗琴。吴满老师一曲金蛇狂舞手速快到炸裂，听呆了在场的国外艺术家们。在美国街头，唢呐大师郭雅治老师联手美国亚文交响乐演绎《百鸟朝凤》，当唢呐声响起，这场面还真是有点控制不住呀，唢呐瞬间成为焦点，基本上没有其他乐器啥事儿了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，让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